我是远山，因自挺拔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为国人民直爱宝岛，不爱鬼岛的中华儿女。我是远山，我看海峡。我是加泰罗尼亚人，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。加泰罗尼亚是加泰罗尼亚人的加泰罗尼亚，加泰罗尼亚就是加泰罗尼亚，不是西班牙。西班牙竟然拿法律来威胁我们，用军警来恐吓我们，我们誓死反抗。我们难道不能跟西班牙有和平共处的方式吗？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嘛。哼，你这个投降主义者，说你拿了西班牙多少钱？你这个西资走狗，你吃加泰罗尼亚的米，喝加泰罗尼亚的水长大，竟然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？勇敢的加泰罗尼亚绝不妥协。如果西班牙发动军警，我们一定能撑两周以上。我们民主的决定一定会迎来民主国家向美国的帮忙，大家不要怕。可是美国、欧盟都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耶，怎么办呢？国际不支持是因为我们说自己叫西班牙，所以才要大声说我们不是西班牙，是加泰罗尼亚。美国因为支持我们，加泰罗尼亚人要站起来，让全世界都看得到加泰罗尼亚。国际都支持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了，却不支持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，不可能嘛。美国跟欧盟都知道我们要独立，但还是不支持啊。而且我们跟西班牙跟欧盟的贸易关系都很深，一旦独立该如何跟他们做生意呢？美国一定是被万恶的西班牙收买了。为什么你不谴责西班牙，要先来谴责加泰罗尼亚呢？你一定是西匪。独立之后还是可以跟西班牙做生意啊，有冲突吗？你一直唱衰加泰罗尼亚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不爱加泰罗尼亚，拜托，西班牙怎么可能制裁我们？他们只是纸老虎啦。西班牙如果制裁我们，难道不怕成为国际笑柄吗？国际都支持西班牙啊。我是很诚恳的，请问一旦独立了，那我们的贸易该怎么办？你这就是对加泰罗尼亚没有信心。加泰罗尼亚之所以会对西班牙跟欧盟贸易过度依赖，都是因为过去的领导人亲西卖家。没错，为什么加泰罗尼亚的东西只能卖给西班牙跟欧盟呢？我们可以卖给中国、美国还有非洲啊。对，我们把东西往南卖给非洲，就叫做新南向政策。我们绝不容许把经济锁在西班牙。可是加泰罗尼亚的主要贸易内容就是跟西班牙还有服务欧洲市场啊。还有建国后我们欠西班牙的钱和未来的黄金在哪里啊？我不想再听你们这些投降主义者说的话。什么黄金？加泰罗尼亚团结起来，情比金坚啊。我们还有民主啊，民主就能当饭吃。西班牙打过来，难道我们就 no 了吗？我们要捍卫加泰罗尼亚。看看东庇汶独立战争，70万人死了20万人，我们加泰罗尼亚有700多万人口，为了独立死200多万人也在所不惜啦。那你们愿意为独立上战场或捐钱吗？或如果死的就是你们呢？其实哦，加泰罗尼亚已经独立成功了啦。加泰罗尼亚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称叫西班牙。这个修宪哦，其实最后还是要看社会共识啦。你不要这么着急嘛。看我干什么？没发现我感冒吗？啊！我抱着把老婆小孩接到国外去住了啦。